炉，圆小时，与中药论无上菩提心曰：一者随思发心，二者顺理发心。言随思者，烦恼无数，喜悦断之，善法无量，愿悉修之。众生无边，愿悉度之。我们这一看就知道，跟前面所说的四弘誓愿一个意思。断我修善要不要做？要做，要做得很认真。为什么？为众生，不是为自己。做得非常认真，心里头干干净净，这就是做而无阻，无阻而阻。啊，从理上讲呢，无阻；从事上讲呢，真干。啊，离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念佛人全心全意靠定阿弥陀佛，所以海贤老和尚也给我们表这个法啊，他老人家说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啊，这就靠定了。这个我们要学，那我们的根本是什么？根本就是阿弥陀佛。这世间有几个人有依靠？那个依靠能靠得住吗？阿弥陀佛靠得住，一点都不假。阿弥陀佛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化身如来啊！我们起心动念，他知道啊；我们言语造作，他知道啊。常常想着，我们的警觉心就提升起来了啊，决定是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。我们看文，这个里面讲的于此三思啊，决定祈愿。第一个啊，初如来断的真因啊，这个就是烦恼无数，喜悦断之啊，是断的。善法无量，愿习修之，这是智德啊，这是如来智德的真因。第三，众生无边，悉愿度之，这是恩德。啊，要不要修？要修，要很认真的修。可是从理上讲呢，断恶不着断恶的想，行善不着行善的相，度众生不着度众生的相，就对了。这就是安住于中道实相。那不是说安住中道实相啊，我也不管他了，不要去断善，也不管他了，别去修，众生也随他去吧。啊，他有他的业报，这就错了了，这完全堕落到凡夫了。啊，所以断恶修善要干，非常认真的干，不着想，啊，着阿弥陀佛的想，好啊。啊，
决定不要做世间相，绝不为名闻利养。啊，更不可以贪图享受，名也是享受。啊，为什么？动这种念头是轮回因，那你断我是离三我道的因。啊，修善是想得人天福报的因，这错了，与信德不相应的，啊，与六道轮回相应的。啊，虽然先生是人天，想人天福报，出不了轮回啊。出不了轮回，肯定造轮回业。造轮回业，怎么能往生极乐世界？这些因果不能不知道。你看这三德啊，断德、智德、恩德，三德合为无上菩提之果啊，即是三心，总为无上菩提之因。因果虽异，光常亮起，等无所依，无不包括啊。那这几句话要细心体会啊，因果虽然不一样，断烦恼是断德的因，修学善法是智德的因，度众生是恩德的因啊，这个三德合起来就是无上菩提的果报啊，就是三心，总为无上菩提之因啊。无上菩提是圆满回归自性啊，究竟回归自性，因果虽然不一样，下头比喻很好，广场亮起，等无所依，平等的因果是一不是二啊，后面这一句好，无不报果啊，世出世间一切法全在其中啊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